那是什么？这什么肉啊？还淌着血，太吓人了吧！ 太残忍了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牛肉。你们不是要吃烤肉吗？尽情享用吧。快走。 中毒了，脸怎么那么白？我饿，我想吃烤肉。是不是耍我们呀？这猩猩，没火怎么烤？没火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肉我已经给到了，至于是生吃还是熟吃，任你们定。怎么办啊？啊！让我想想啊，张思睿做实验的地方不是有火吗？ 咱俩以前是什么关系啊？你还知道我眼镜的事儿？那几个人之前你不是查过吗？眼镜里应该有资料，放出来看看。难道以前我们干过什么不正经的勾当？之前的事情你都想起来了？比如骗保。我的客户全死了，我怀疑背后是个骗保组织。 不会跟你有关吧？是你落入的火。大哥，到底谁拉谁入伙？别说话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哎，这肉都好了，欧可呢？厕所，今儿费安娜干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替那个被 PUA 的姐姐报仇。那于海和华欣怎么说啊？为了替姐姐报仇，就可以不顾一切啊？他们起码还有一个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的家人。 我呢，我就算死了，我爸也不会给我报仇。别这么说，你爸还给你买保险了呢。走，我也买了你的保险。可他们买保险的人都死了，费安娜饿死了，江诗雨还被砸死了，华欣被呛死了，跑题过敏死了。那我岂不是……等一下，魏子由什么时候在你那儿买了保险？ 你还趴呀？你是不睡觉？还有翻什么呢？嗯，翻你的死亡保单啊。怎么？你是给咱爸也买了一份吗？他给那个基金那我不知道，让他给你买。我爸不是你爸呀，他给我买保险不是为了给你挣业绩，咱爸为了你这个私生子的业绩，连我这个儿子的命都不顾了。 死亡保单。等一下，你爸是他爸？对，他是我爸私生子，我是他哥。不对呀，他是我妈私生子啊。你妈？啊？你妈就是抢走我爸的那个坏女人。 你爸就是抢走我爸的那个坏男人！你别跑！说什么呢？这是？我是他爸的孩子，我也是他妈的孩子。那我们仨是什么关系？别琢磨了，再琢磨肉都糊了。哎，这块好。干嘛？出来聊聊。 哎，翻面啊！哎呀，你们都走了，我该正式开吃了。说，你到底跟我妈什么关系？说，你到底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好人，肉好喽，给你盛盘里了。还不错。我们已经追到星星是谁了。你们也不用心虚成这样吧。啊，不不不不。柯唐，他问你们怎么了。柯唐不让我们上厕所。干嘛去？上厕所呀。不许去。为什么呀？这有门，你又看不见，你怕什么呀？看不见我还听不见声啊。这。哎，你听。你上这边，你听听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休想骗我偷偷上厕所。哎，别废话了，你要知道就赶紧说。你俩要上厕所就赶紧承认嘛啊！哎，闭嘴吧，就你抖得最厉害。如果强行憋着的话，会导致膀胱破裂，会引发尿毒症、腹膜炎，还有休克。赶紧闭嘴吧。快去拉呀。这下敞亮了，继续吧。